今天带何浩姐姐出来拍戏啊，何浩姐姐是演一个僵尸啊，吓死人哟！女僵尸啊，怎么演？怎么弄啊？嗯，这个衣服都不会穿的。这个这条扣一下，扣一下。还别说，有几分相似了啊！我成万能的了，什么都演了。还有辫子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辫子，嗯。要吓死人了呀！来，跳。这斜不斜？斜的。哦、再来，再来，跳！往前面，我这边跳来，跳，跳。啊！再跳，那别说有几分相似啊！你害怕吗？对。啊！吃了你！啊！没想到你这么会演的啊！还别说你穿上这个僵尸装。非常帅气啊！下来吧，再来跳，向下看一下。哟，跳得好快啊！太厉害了！好，行了，我不玩了，改成拍戏了。拍完就收工了，是吧？把鞋子换一下。还别说，这个何果姐姐啊，那个演技非常不错啊，你是天生的演员。呦呦，谢谢谢谢，太厉害了，看不出来啊。来，何姐姐，来演一个那个恐怖的表情，看一下僵尸表情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去演了，演完就回去了。哪去演？走走走。不上二楼吧？对，上二楼。上二楼就怕了是吧？没事的没事的，不用怕，有我们在呢。因为那个二楼有那个恐怖的那个东西，那个纸人，是吧？你不敢上去。说了不行不行不行，害怕了，现在害怕了，黑天了，我不去了。没事，我们在，你怕什么？